对我们团队很抱歉。其实郭哥一直很关心我，然后他也就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在跟制作单位沟通，不想要因为自己的自私让我们让我这个没有战力的人继续留在这，所以就是我觉得先离开会比较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